哦，每次钓乌鱼不晓得乌鱼也那么贵了哦，这还是五百块的嘞。哦，乌鱼也是值钱的嘞。要吧？哦。珍珠沟与鱼皮沟能钓到什么鱼？请大家继续看下去。哎，你们吃点鱼回来哦。吃猪猪的，吃猪猪的哦。他妈干了，他靠，靠他脸。实战经验，有鱼必中钓法，请继续看下去。第一针买枪支，60块的。
你不要看医生啊，皮肤科的。我也无像因啊，啊拢甲分开，啥物事是安怎？师傅走，我才有度钓鱼啊！一皮钩钓好了，哦，你加菜，唔好讲，较细声的。有咩问题啊？